进的爆完，不到一秒钟，整个砰！我就当时一瞬间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当时我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睁开眼看小朋友这样子掉在那里，然后我想试图去抓他，结果抓不住，然后结果赶紧去撞他，我就不在想，树立在那里。觉得我飞机是可以操纵的，这一点就决定了我觉得飞机是安全的。好，对这个飞机的这种故障的出现，在我心中是非常有数的。我做这个决定是非常果断的。对这个航线，我粗略的想了一下，我对这个航线的飞行估计都有上百次了。说的这个飞机的位置，因为当时我在做对飞机的位置。对飞机的整个情况我是非常有把控的。我们在每次的训练过程中会有设置各种各样的一些科目，在其中这个科目也是其中的一项，所以说我对这个非常熟悉。是该机的原装件，是运行的起点。第二，这个玻璃没有任何的故障记录，有故障记录我们是肯定都有，飞机20年它是终身任何事都有记录的。第三，也未进行过任何的更换和维修工作，也就是说它是处于良好的运装。